大家好啊，我又开始来做饭了。今天做个萝卜炖肉，这是买的钱家肉。我又买了三块豆腐，一会儿做个麻婆豆腐。萝卜我已经提前洗干净了，切一下就行。这时候的萝卜既便宜又好吃，每回做萝卜一顿就吃差不多了。今天就买了点肉，花了9块钱，算是省钱了。这萝卜应该选稍微肥一点的肉。切开。装盘，装起备用。留了一块瘦肉做麻婆豆腐用，肉不用切得太碎，有这样的颗粒状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把豆腐切一下，先切成条，再切成丁。切好的豆腐焯一下水，加一点盐入个底味，煮开就可以盛出来了。锅里倒了色拉油，先锅煮熟，放蒜，好香。蘸一个麻婆豆腐汁，喝点水。豆腐倒进去，两分钟后加入水炖水，胡椒粉、生姜油，不喜欢可以不放。上次做了一点，孩子没有吃透，这次又做了一点，超级下饭，好香啊！一块5毛钱就做了一大盘，好吃又实惠。放上油，打开油烟机，再给加点，好吃香啊！葱姜蒜。再加上萝卜豆腐，还有什么？倒点水，开始。看一下，萝卜炖差不多了，好香啊！这样的萝卜炖肉，你喜欢吗？孩子爸爸可喜欢吃这个，简简单单的萝卜炖肉，非常的下饭。炒了点青菜，吃饭了。比较好吃，嗯，挺好吃，多吃点。